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文和。然后今天周末没什么事情，我去把这个头发剪一下。有一个多月，快两个月没剪了吧？现在越来越丑了。来印度之前就想剪一下，结果没弄，所以今天在这边去看一下，找一个店子把头发理一下。然后我朋友跟我推荐的这附近有一家，但是我没有找到。我前段时间自己逛的时候，在那边好像看到了另外一家，所以我现在准备去那边去剪一下，顺便看一下这边的技术怎么样。如果等会他愿意拍的话，我就拍一下；如果不愿意拍的话，就不拍了。OK， 这里有一家，好像是剪头发的吧？看这个招牌，然后我先上去问一下，看一下。应该是往这个楼梯间上去。First day。What? Waiting. Okay.剪完出来了，感觉水平也还可以吧，跟深圳的差不多。
本来我这个头型就不好剪，所以我这个发型本身也剪不出什么很好的发型出来，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剪的，他那个老一点的应该是他爸，后面他爸打电话给他让他过来剪的，总共花了12块钱人民币，感觉还是挺实惠的。他后面问我要不要这一个这个头部按摩，要加18块钱，说想了一下算了，就剪个头发就出来了。OK， 好了，我们现在回去了，拜拜。